到了云殿，你可以用这个联系我。前面就是离开秘境的传送门，你出去后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血魔功传承一事，也不能向别人透露是你带我拿的，对吧？没错，既然你都悟了，那就赶紧走吧。那我们云殿见。云殿见。 这次试炼消耗了太多真元，这个第一我拿定了。哼，第一个出来的肯定是卓公子。 罗征见过各位长老，我可不凡第一。罗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说起来，还要感谢卓师兄呢。 多亏你偷袭，导致我坠入蛟龙腹中，刚好发现了离开秘境的传送门，侥幸拿了第一。哎呀呀，堂堂卓二公子竟然偷袭！卓大先生，您说这传出去……凡二，你偷袭罗征之事，可属实？我没有，是他和另一名弟子一起失足跌落，与我无关，而且。 而且他们才先天境，怎么可能从龙腹中逃生？作弊，一定是作弊了。卓不凡，栽赃已是需要证据的。卓大先生，与罗征同行的那名弟子非常可疑，他对整个秘境十分了解，还破坏了信规的信号，极有可能是混入试炼的外宗之人。 罗征，本殿主来助你历练历练。修炼不急于一时，先为燕儿找到云殿的阵法宗师要紧。这位师兄，请问拜访云殿的阵法宗师该怎么走？你说的是宗瑞大师吧？他平时在福阁研究阵法符文，不喜欢被打扰。 是我罗生，就是要打遍演武堂。还有谁？哎，我给你疗伤。 咱们重新打一次。哇，爹姐还要再虐他一次？不至于吧？被反复摩擦，太惨了！我打你娘了个！糟糕，力气好像使大了。重来。 不凡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哎呀，玩得太开心，
差点忘记我是让罗真在对战中提升的。来吧，我这次绝对不欺负你。啊，这个时候解开控制。你答应分我一半传承，不会食言吧？哼，我不是你这种小人。合作愉快。这空间的机关压制了我的实力，现在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，不如先让他们解开机关，再好好收拾他们。奇怪，这头蛟龙惊破竟然没有再攻击了。不来正好，等空间重组完毕，我再好好收拾它。交给我，你找机会去拿钥匙。那你小心。极寒圣兽，以我为灵，降临我身。怎么回事？我好晕。臭丫头中了我的幻仙尘，迟早浴火焚身而死。我先吃了这境界低微的傻小子。